院劳工委员会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日前决议，将基本工资调涨至新台币18780元，调幅5.03%。劳工团体不满涨太少，今天聚集行政院抗议政府不重视尊严劳动。陆委会今天举行记者会宣布，福建地区居民可申请到金门、马祖、澎湖地区进行个人旅游，没有配额限制，而且不需附财力证明，但不可以中途转到台湾。开放区域初期以福建居民为主，未来是实施情况再严厉放宽。至于停留时间为入境第二天起不超过15天，预计7月29日起正式启动。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中心今天公布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，6项综合指标总数为86.84点，创历史新高。其中5项指标均呈现上升趋势，只有物价水准指标略微下降，显示民众仍然担心物价上扬。但整体而言，消费者对台湾未来半年经济状况保持乐观态度。华盛顿国民官网今天发布消息，台湾投手王建民确定30日先发面对纽约大都会，国民投手阵容也做了一些调整。原本当日先发的马奎斯延后一天出赛。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